多人都知道神话中入面的西西弗斯被众神判了无止境去推石，但西西弗斯到底犯了什么大罪，落得如此永恒的重刑呢？五脚啊，落山再推过。我要见律师。啊，原来西西弗斯只是因为太过聪明，不单止为自己城市赚到钱，还捉到死神的漏洞，为世人逃离冥界，还试过在被捕的时候逼臭冥王成功脱身。小气的众神决定惩罚狡猾的西西弗斯。西西弗斯，我现在正式拘捕你。拘捕令呢？拘捕令就是我了。不用投刀，我家仔唔见得人咩？睇住你啊！咩啊？笑咩啊？未判噶，蛋集啊！蛋集啊！散捻咗啊！收声啦！听话好捻听话，我要见律师，我要见律师，我要见律师。西西弗斯先生，我是奥林匹克三派来的代表律师。众神指控你被告人西西弗斯多宗诈骗、藐视众神罪，加上拘捕、潜逃罪行。我知道啊，不认罪，帮我搞上法庭的自辩。好对不住啊，西西弗斯先生，由于案情严重，众神已经决定判你永久推石之刑。未审判乜捻啊？即时生效。判乜捻啊？未审啊！行啦，起身，行啦，起身啦！我要搞上诉，律师啊嘛，帮我搞上诉。西西弗斯最终被判无止境的推石，嚟惩罚佢嘅狡猾机智。你以往的上訴都被駁回，我哋行 plan B， 幫我同佢哋講，我唔再上訴，我直頭肯公開認罪，咁至少應該減到刑啊。plan B 唔得 plan C 咯，唔係我個城揾我咁多錢，喂你同我佢哋講，我肯每年奉獻俾佢哋，奉獻到佢哋滿意為止。喂，總之我唔想再搬石頭啦，好撚重，好撚辛苦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不是我不想帮你啊！咩你都想帮啫？你是要帮我啊！而家 plan B 由我谂嘅 ，plan C 由我谂嘅 ，plan B 你又话佢哋唔会得 ，plan C 你又话唔制，你做乜谂嘢啫你？喂，做咩啊？我要你俾 plan 我啊，唔系要你喺度望嚟望去啊！你俾 plan 我，俾我拣 plan D 又好 ，plan E 又好 ，plan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W Y。二石乜撚都得啊！我乜撚都肯啊！坐翻低，我叫你坐低啊！得得，玉質先生，我哋坐低，我哋坐低。西西弗斯先生，我係好想幫你噶，但係眾神點解一路以嚟都唔接納你任何嘅意見？因為佢哋唯一嘅目的係浪費你嘅能力。你的天分，等你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。好多年之后，西西弗斯他的神情已经变得随和，每日都很落力去推石，忏悔自己的罪行。如果是以前的我就不好学了，即是要学就学现在的我咯。自從入咗嚟之後，嗰、那個反省咧係好大噶。推石頭嗰個過程咧，亦都令到我知道咗好多健身嘅知識啦。咁我個人個身體咧都 fit 咗好多。咁其實推石頭嗰、那個嗰件事，亦都冇大家想象中係咁差咁壞咯。而家個生活先至係稱得上即係一種健康咯。亦都因為健身啦，咁所以得到一種即係另類的自由咯，我會話係。你有冇深切咁反省過咧？一定是有很多啦，深切的反省，因為始終
之前在外面是犯错嘛，即是那些事情呢就已经是不会再做了。而家点啊？都一样咁衰咯。会唔会有人仲记得我咧？有啊，有一个哲学 L， 佢话西西弗斯先生你系幸福快乐嘅，系咩？我都觉得。你仲有啲咩需要我帮手噶？你会唔会有黑超啊？有。做咩啊？冇力啊！够啦，我觉得够啦。够咩啊？推石头嗰个过程咧，亦都令到我知道咗好多健身嘅知识啦。咁我个人嘅身体咧都 fit 咗好多。我锻炼够啦，打我嘅肌肉。我的妈，亲切带情，我的心难道也要？哲学家卡缪讲过，西西弗斯深知推石头的冇意义，但佢坚持住面对自己的命运，拥抱佢的荒谬。直到呢一刻，西西弗斯一路继续推石，一路在受罚之中反抗。所以反抗的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西西弗斯。